恭迎圣门丹麦首席。叩见首席。仙门丹麦十年一度的丹术盛典，是为了考教诸位长老。女儿迟早会让公孙老匹夫血债血偿，而得为您报仇雪恨，务必全力以赴。接下来，本首席宣布此次盛典的奖励：弟子大比夺魁者，奖励一尊中品尊器丹鼎；第二名，奖励一尊下品尊器丹鼎。第三名奖励一尊极品亚尊阶丹鼎。从这届盛典开始，本首席会拿出中品、上品、极品灵矿各一座，作为长老大比前三名的奖励。获得灵矿的长老只有十年开采权，十年后灵矿再重新分配。一个月后，本首席再来见证诸位的大比结果。各长老门下参加大比的弟子，现在上台来。让你参加盛典比试，你还愣着作甚？回禀首席，弟子放弃。他不是圣阶大丹师吗？这时候突然放弃，难道是被吓得不敢参加了？他这不是故意让功勋长老难堪吗？有点意思啊。你确定要这样做？谭兄弟，你昨夜明明采集好了灵药，是准备参加大比的，赶紧上来啊。弟子确定不参加。好，本长老并不是非得指望你。盛典结束后，本长老再找你算账。你去吧。这就是爹和爷爷帮我相中的人中龙凤，实在太差劲了。爹一定是被这个窝囊废给迷惑了，他根本不是圣阶尊丹师。你们也上来吧。是，首席。功勋长老，你不会是准备弃权吧？功勋长老，您可是宗主亲封的仙门丹脉长老，丹术造诣必定非同凡响，远非我等可以比拟。您若不参加，那可是少了很多乐趣啊。对付你们，何须我们功勋长老出手，我一人足矣。长老，请您允许弟子替您参加大比。谭云是不是疯了，竟敢如此口出狂言？难道他不知道其他长老最低也是中阶尊丹师吗？他以为他是谁啊？功勋长老门下的救世主吗？首席，可否让谭云替属下参加大比？谭云只是圣阶大丹师，你怎能跟他一起胡闹？神速兵，你自知无法炼制中品尊丹，去派出弟子跟我等长老同台比试，这不是故意羞辱我们吗？虽然盛典规则并没有禁止弟子代替长老参加大比，但是本首席也得顾及其他长老的情绪。让谭云替你跟我们比试并非不可。若谭云输了，就以羞辱我等长老为罪名，直接处死；若他赢了，一切功劳都归于功勋长老。四长老此意倒是很公平，本长老赞同。四长老，不如这样，若我输了，我任你处置；若我赢了，你就在我宋兄坟前跪三天，你可敢一赌？好，本长老赌了。谭云，万万不可冲动。沈素兵，此赌约由谭云提出，本长老已经答应，便不得反悔，否则
谭云戏弄本长老，当立即处决。素斌，赌约已定，不能再改，你无需多言。全力以赴，我相信你。沈素兵，你还是等着给谭云收尸吧。半个月前，本长老已经晋升为圣阶尊丹时，辰时已到。参加丹术盛典的长老和弟子，进入时空星月卷轴。稍后，本首席会开启卷轴内的独立时空，只有本首席能看到诸位炼丹的过程，你们无法感应到彼此的存在。诸位长老丹术水平接近，若炼制出同品阶丹药，则用时短者胜出。还有疑问吗？首席，道场内的人能否看到我们炼丹的过程？他们只能看到你们炼丹过程的模糊影像，无法看清细节。谢首席解惑，弟子没有疑问了。